我觉得他应该会来的，对。来，三二一，一，麦克老师为什么有两个星之卡比呢？谢谢。这给你。这给我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也都给你，我帮你拿着吧。好，我还带了它。你还带着？哦，你帮我拿一下吧。好。好看到 Nami 来了，我还挺开心的，就原本紧张的心也瞬间放下了，放松了很多。他俩怎么？我其实挺意外的，当时三个人来，就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肯定会希望是当时他自己来，因为感觉更放松一些。我感觉可能来是因为我们本身四个人相处的比较多，然后可能最后结局也是就希望大家一起玩的比较好吧。那为什么有两？是你们是一人一个星之卡比吗？没有，都是我的。都是你的？那 Annie 老师的呢？没事， Annie 不用管了。Annie 就交给你了。韩东城，你感动吗？人家麦克实现了我的心愿。我不感动，我现在一动不动。对不起，烂梗。你好冷啊！感动，我都哭了。我都感动了。我也想去电玩城，到底是哪里啊？你觉得是电玩城吗？假设再让你选一个地方的话，你会想电玩城？然后我有两只星之卡比，我赢过 Annie。Amy 之前有聊过说想去电玩城玩，能做一件就是他之前很想做的事情，其实对于小鹿来说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吧。哇，我贼感动。就非常感谢 Mike 帮我圆了电玩城的梦。我要开赛车，我要开赛车，赛车赛车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哎呀，这边老师好厉害呀！不要让我。She told me she was crazy from the start. I drive down open roads so slow. 你是谁呢？你揍我！我命大呀！你揍我什么？这比大小的。我比你快两秒。我命大！我命大呀！这是比数字大小的。我们就是后面那个伴舞嘛。简单，不要杀害那个女妖飞行器。我们 OK， 来吧。打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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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哪个？打！哦，哎，老师，能不要放空枪？你要打，你打地干什么？哦，重新击打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哎呀，真不容易。哎，桃白，哦，那个一柱，不是，他是炭治郎，还有麦克，对，还有麦克老师最喜欢的东西，就是麦克老师最爱的东西吗？感谢麦克老师圆我电玩成梦，不客气。所以你看了那封信吗？我看了，你在电玩城等我吗？嗯。但我是后面才看的。你是后面才看的？
没有开箱子。我可以不打开吗？但是我还蛮想跟麦克聊聊天的，我有些话想对他说。看到这四个箱子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会有一点点压力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箱子可能是麦克是为我准备的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不打开它的话，我会让它有点难堪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遵从我自己的心意，就不想打开就不想打开。虽然我没有打开箱子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蛮想见一下麦克的，就是有些话想跟他讲。现在你想看一下吗？我想。Hi Demi， 我不太擅长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想法，不过我想在这边遇到你真的很开心。之前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，电影围绕着男主和女主没有目的地一直溜达，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。我觉得我们俩单独约会这几次，我会有相似的感觉，就相比刻意安排的一些事情，发现其实最开心的时候反而是那些我们临时想的一些小想法。接触起来感觉得到你是一个在熟悉的人面前会完全放开，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，会想继续跟你这样接触。小屋的时间其实过得很快，我们也有一起出去过几次，感觉还有很多地方是未知的，这些可能需要以后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去了解，所以想说小屋到了画句号的时候，但是希望我们的故事还可以继续讲。我在电玩城等你哦， Mike。我是觉得我们两个还不是就是那种还是需要时间的嘛，因为也算是完全的陌生人，然后在这个九天，就也没有很那种太了解，又没有长期的相处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以朋友的关系再相处。其实主要是时间原因，因为我们就九天短暂的相处，不至于让我可以立刻说我很喜欢这个人，但是好感是肯定是有的，是有过心动的瞬间，但是呢，我不确定这个瞬间过后还存不存在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瞬间是当下就保留在当下了，还是会持续，所以我是需要时间再去梳理一下自己的感情。我觉得在当下的瞬间可能会有一点失落，如果有别的回答的话我会更开心，但是这个回答也就是不意外。对对，确实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就是我们来这边之后可能从刚开始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，到后面就是慢慢的开始相处起来之后，对，就确实还挺快的。对，我们收的还蛮快的。对，然后感觉其实很多点就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的你吧。我会想就可能是小屋之外的一个情况下再想了解了解我，了解了解你，对，感觉有更多可探索的空间吧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后面，对，而不是现在就能定下来的，要不来考虑一下深圳工作吧。那你邀请我来吗？啊，我现在邀请你来深圳工作吧。好，那我过来。可能他所表达的跟我大概想的是类似的意思，所以就是以后还有机会，然后可以慢慢的再看。感觉我俩相处的时候其实还有个我挺欣赏的点是，平常有些事情我会非常的就害羞或者觉得尴尬，但是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的尴尬吧。就是
什么人？我确实是挺喜欢跟 Demi 的相处模式，一个点是我觉得在他身边我会非常的放松，然后第二是我感觉我在他身边会变得更勇敢，或者他会让我变得更勇敢，不会在意很多其他人的看法。对，想做的就做，就像你的信里面说的，就是跟我出去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一些客观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其实还蛮随性去玩的，就会很开心，就真的是自己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形象。反正就是很感谢麦克吧，也圆了我就是最后一个梦。对，真的抓紧感动，真的就感谢。所以你今天在这里等了一天吗？嗯，对。哇，感动！我现在都玩了一波。真的？没有等你来的。OK， 要不我们 Q 一下他们两个？你们聊什么了？聊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我觉得麦克跟 Demi 相处得很自然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也还蛮有 CP 感。我觉得麦克还是有希望。对嘉怡来说，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吧。感觉他们有一定感情升温的机会。那要不先借用一下。